清酒汤已经做好了。好，我去看看。 杜松学乖了，不轻易露头了。得想办法把他引到窗户前面。他们干嘛呢？好像在装什么东西吧。哦，明白了。哎，你把那个窃听器拿来啊。 安装完毕，快快打开！嗨，没有声音，就算打呼噜也应该有个声音，这才有点意思啊！ 今儿喝了不少啊！是，我跟小岛都没少喝。哟，我今儿上街买东西的时候啊，碰到那天找你的人了。哦，跟你说什么了？他说让你做一支能打1200米远的枪。说是这样，他们才能放心。打那么远的枪干什么呀？说那天用1000米的枪打杜松，结果没打成。 哪儿有打那么远的枪啊？世界上也没有啊！是啊，我也是这么说的，哪儿能有打那么远的枪啊？小曹，过来。嘿，看见的白色小楼了吗？大约1200米。你去布置，交给我了。 小岛局长，您醒了，用不用分您起来？完了，什么完了？有人要死了。谁要死了？需不需要我们帮忙？不用了，就看他的命了。将军，小岛局长说有人要死，到底是谁会死？小岛局长。 到底谁会死啊？杜松，杜松，杜松该走了，该走了。将军，小岛局长是什么意思？小岛局长的意思是有人要刺杀我。刺杀？那是曹华里了。不知道。小岛局长可能在曹华里家嗅到了什么情况。 也可能是曹华里要刺杀我，也可能是曹华里要派人刺杀我。来到，我去布置一下。一旦发现可疑人物，抓活的，如果拒捕的话，马上击毙。好，你跟我行动。哎，你看看，怎么都走了？杜松应该还在。那他躲哪儿去了？有人报信了。 得想办法把他引出来。通知小村，到白色小楼抓人。嘿。
陆松露头了，能开枪打吗？不行，露的太少。 还有机会回来吗？。记住啊，没办法了，就去找卞副市长。为什么要找他呢？到时候你知道。 快！立刻封锁一切米的所有街道，任何人不许放过！快！嘿！喂，内田司令官，我是特高科小村，我请求增援。纳豆，我老爷疏忽了一点，这种味道难闻的纳豆，心仪最爱吃，而他最不喜欢。
小岛君啊，你醒了啊？你可醉得够呛啊，弄点了醒酒的。哎，曹操，咱们是不允许出场的。知道不允许出场，你都喝成这样了，怎么办呢？啊，您既然没事，啊，咱回场吧。好，走，走，没事没事，走吧，回场。曹操，街上到处都是关卡，看来出事了，而且出的事不小。会出什么事儿呢？死人了，死了大人物。啊。死多大的人物算大事儿啊？比如说，像杜松将军这样的。哦，那冈村宁次呢？曹操，这时候你还能开玩笑？当然了，跟我也没关系。如果是跟你有关系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曹操，你现在越来越会开玩笑了。我先进去了。报告小岛局长，杜松将军被刺了。是在海宁大厦吗？是的。几点钟？2:03前后。等一下，你到海宁大厦等我。嗨，在我管辖的地盘上竟然死了一个帝国将军，耻辱，这是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在我管辖的天津，不能让这里成为大日本皇军的滑铁卢。我命令所有可疑的人全部抓住，一个不留，统统枪毙。嗨，特高科是干什么吃的？资深的一个破案专家竟然叫刺客给杀了，我限你3天时间破案。嗨，可是司令官，这关键时刻小岛局长是不是要派些人回来查案？命令你们特高科全力保障小岛局长的工作。嗨，有事出去了，给你这个。这什么？枪的材料。哦，给陈生。小岛局长，杜桑将军就是在这里遇刺的。这太不可思议了，世界上没有能打这么远的枪。杜松就吃亏在太子府了，根本不了解曹华龄，别说打1600米的枪，只要给他条件，制作出2000米以上的枪，他都可以。小岛局长这么肯定是曹华龄做的枪？别的国家我不知道，至少在日本和中国，能做出这种枪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曹华龄。这太不可思议了。不可思议的是，曹华龄他出手太快，他整天在我的监控之下，怎么会有时间做出那么长距离的狙击枪呢？我马上派人去抓捕曹华龄。小春，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动。小岛局长，曹华龄是刺客，他就是七大姑。曹华龄目前不能抓。不，杜松将军，属下不能为你报仇，属下无能啊。好了，我的心情不比你好哪儿去。不过话说回来，你说死了一个杜松，如果能换来全日本的安全，值得不值得？可是杜松将军是我们特高科的荣誉，这是我们特高科的奇耻大辱啊。我知道杜松的死对你们来说也是个深刻的教训，我曾经多次劝杜松，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就是不听，结果
不仅耽误了我的工作，还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了。如果能挽救日本，杜松将军在九泉之下也会欣慰的。可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难道小岛局长知道曹华礼要刺杀杜松将军吗？他杀杜松之心由来已久，我软禁了他之后就一直在观察他。今天中午就是将计就计的喝醉了，随他回来，目的就是确定上次是不是他要杀杜松。我也想通过窃听器赶紧给杜松发警报，让他脱身。我们听到您说话了，可是没想到你们呢？我尽力了。小岛局长的工作真的重要到需要牺牲一位帝国将军的生命来给敌人当垫脚石吗？我只能告诉你，我们做的事情能够挽救大和民族，你就知道有多重要了。好，我全力配合萧道局长，请下命了吧。我对你们的要求就是全力保护好工厂的安全，绝不能让一只苍蝇飞进来。好，等局长的工作一结束，我再亲手宰了曹华礼。你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为什么？这项计划完成之后，帝国还有这个项目延伸部分的开发都需要曹华礼。杜松将军白死了。曹华礼的作用对于帝国来说很重要，就是十个杜松也换不来的。曹华礼现在应该心满意足地为您工作了。他应该知足了，否则的话我还有一个杀手锏可以制住他。回回老家，锦衣怕是难找到了。曹三，新衣真的丢了吗？你这话里有话呀。没有啊，我总觉得你好像知道新衣的下落。你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你还记得吗？有一年心仪的妈妈去日本看你们，在公园走丢了，你那天就好像疯了一样。但现在心仪丢了那么久，我都没看到你着急上火。我上不上火你还不知道吗？我不是为了你项目吗？我是辛辛苦苦的给你工作，你倒打一耙对吧？行了，我呀我也别干了，我踏踏实实回家找闺女去。哎，你就别闹了，这不是跟你探讨吗？这样吧，我尽快给你找到心仪，你呢就老老实实的在厂里面把大事做完，反正大仇你也报了。慢慢慢慢慢慢，什么叫大仇我也报了？忠爷死了吗？忠爷死没死我哪知道啊，就这事儿我跟你和特高科还较真呢。好好，忠爷的事不说了，那杜松死了吧？杜松死了？你真的不知道吗？我哪知道啊，我整天跟你在一起啊。杜松怎么死的？被人从正面狙击打死的，而且是面向你家。小道君，你这话我听着好像是杜松是我打死的。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什么都有可能。那作案地点呢？是我家是不是？时间呢？中午2:03。2:03你在我家醒酒呢，你不会忘了吧？但你也别忘了，你离开卫兵视线有5-6分钟。5-6分钟我就把杜松给杀了？
你可以不用跑出去，在家里面就能把他杀了。杜松在哪儿被打死的？海宁大厦。海宁大厦离我家好几里地吧？有这样的枪吗？就凭你的能力，射程再远，你都能做出来。好，就算有这样的枪，这么长的距离射击，能是一般的枪手吗？曹操，你学什么都比别人快，别说打枪了，飞机到你手里面3个小时，都能击败2000小时的飞行员。就像无线电到了你手里，就能发报一样简单。你把我说神了你啊！啊，你开玩笑吧？在我心里面，你就是神。好了，不跟你说了。我现在对杜松的死不感兴趣，我最感兴趣的，抓紧帮我把东西做出来。做这东西对我来说不难，可是严谨没有做出来。你觉得严谨比我强吗？至少不分上下。你侮辱我，我对你提出严正的抗议。你别忘了，科技大会大奖，我是一等，严谨是二等。算了，不跟你说了，你等着吧。到最后，你看谁强。好，我当定这个裁判了。小岛什么意思啊？大哥，小九，大哥，这是什么呀？冲锋枪，一次只能带一支，多带了很难翻枪头。没被发现吧？没有，来之前赵哥和黑子哥左一句右一句呲的我，叫我宁愿送不到也不能暴露大哥。大哥放心。我在外面撒么一晚上了，没人发现我。以后你要发现警卫增加了，赶紧回去，啊，不是被抓不被抓那么简单。哎呀，是挺麻烦的。我刚才在围墙外面，不仅看见有铁丝网，还有不少电线呢。那是要安电网了。你呀，别来了，听见没有？我不想看见你出事儿。大哥，我没事儿。哎，走走走走走走。那我找别的法子。有这好事儿，大师，那我家老闹鬼啊，我贴钟馗的像也不管用啊。哎，你回去啊，把齐大姑的像供上，今后就再也不会闹鬼了。哟，这么这么神啊！打个比方啊，钟馗啊是那孙猴子，齐大姑呢就是如来佛。哎，还真别说，还真别说，有个小鬼子净白吃我的煎饼果子，今儿就花钱买了。听见了啊，你们听见了啊？这就是齐大姑显灵了吧？哎，大仙儿，去哪儿求这齐大姑的像啊？对呀，我
早给大家准备好，别抢，一块钱一张。哎，有，来来来，一块钱啊。这能保佑啊！来，给我一张。别抢，别抢，别抢，都有都有，一块钱一张，别抢。董事长，哎，董事长，哎。强子，哎，昨天这活儿件做出来了吗？董事长，夜里一看那些破枪就会使用了，都是干机械。戚大姑说，第一时间就是缴获这些枪。嗯，叫戚大姑她老人家放心吧。哎，董事长，戚大姑长什么样啊？戚大姑啊，戚大姑那个儿啊，这个那个块儿啊，啊，模样啊，是那个，你明白吗？那不是普通人吗？最近那个傅小四儿活动频繁，我们要提防他。董事长，我们几个也注意到他了，到时候只要你给我们一个指示，我们就能立马把他干掉。别急，汪世华老李头发现他，连家都搬出工厂了。啊，这回小岛设计了一个里应外合，他把我们卡死了。那就豁出去了。不行，得干有把握的事情。要精心计算。行，听董事长的。你们去吧。哎，哎。看起来很难接近啊，还有四支冲锋枪要带进去，怎么办？难度太大了。嗯，走。嗯，哎，皮鞋的脚印，这肯定是傅小四儿。这小子不知道哪来的钱买了双皮鞋，咱们全厂的工人哪有人买得起皮鞋？咱们最多买得起擦鞋，给小岛当狗腿子了。这小子坏事干了不少，把后勤马师傅的妹妹给糟蹋了，当晚他就上吊了。早就该让这小子见阎王。这还得跟戚大姑先商量一下。商量什么呀？直接毙了他！先别着急，盯住了他，看看这小子到底要干什么。局长，什么事？局长，我有重要情况报告。去我办公室。嗨。这也是枪，把它放在机油桶里。还有几样，找机会每样做三个。放心吧，春生已经在做了。请，那个傅小四有情况要汇报。哎，夏子局长，找我什么事？我发现这种材料和小岛局长要求的不一样。冲压钢筋。哎，对。这是做枪用的，在哪里发现的？
这是在喜宫春生床的下面找到的。他们来了，朱由仪啊。绑起来。春生，为什么抓春生？送我丝花。我没有。平田站长，过来！凭什么抓我？放开我！今天早上在他的床子下面，发现了冲压钢筋的铁线。咱们车间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材料。小岛局长有令，任何人不得做与本实验无关的东西。因此，为严肃惩戒。对喜宫郝春生就地枪决。哎，慢着，怎么回事啊？董事长，我没有做枪。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郝春生做私活？做私活？很可能是做枪。你看，这就是铁证。这是什么呀？这是证明什么呀？能证明什么呀？就这破铁渣子证明做枪了？董事长，现在是非常时期。小岛局长规定，任何人不能做与实验无关的东西，一旦发现，一律枪毙。那枪毙啊？枪毙了，谁给他干活啊？咱不是还有那么多的喜工？全市最好的喜工，你把他枪毙了，谁给小岛局长做实验呢？你行吗？行了，把枪放下，放下。小岛因为嫉妒着急上火的，把枪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曹上说的没错，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为进度着急，但这绝对不是我纵容工人为所欲为的理由。春生，我给你们三倍薪水，每顿饭四菜一汤，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吗？以后如果有人再做私活的话，如同此人下场。小岛局长，你做得很好。这都是小意思。现在开始，你不用回你的车间。啊，是是是是。这是新车间的钥匙。啊，我要你每天晚上进去，仔仔细细给我查清楚。小岛局长，您就放心吧。雇人藏什么东西，我都知道藏在哪儿。那平田厂长哪儿领奖金吧？谢谢小岛局长，我愿意为皇军办事。谢谢。董事长，为什么没有他，还有我？喜宫这点活我还拿得起来，再说没有我还有你，对不对？曹操，别说杀一个工人，中野我都能失去，杜松我都可以放弃。为了雷电计划，我没有什么可忌惮的，也没有什么可
小岛局长呢？小岛局长在车间。那我去车间找他。小岛小姐，请留步。小岛局长说，不让任何人接近曹华林。包括我吗？任何人。八个。夏子，别骂卫兵，是我不让你接近的。来。要是叫这小子发现了，就全完了。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弄死他得了。曹操，你的鼓声含着凄婉和幽怨。叫人听了心里很难受。